灰衣男表情痛苦，被远景和热心民众合理压制。发现已经逃不掉，只好放弃挣扎，乖乖被抓。坐在台北地检署门口，双手被上铐。原来他是毒贩，跑到北检门口自投罗网。他长期提供毒品给一名已婚的曾姓女子，陈姓嫌犯要求帮忙贩售，两人最后变成情侣，住在一起方便贩毒。日前警方上门攻坚，女友认为是要来抓男友的，开门试图拖延，让他从窗户逃跑。没想到警方拿出拘票，这才知道自己也因为协助贩毒被盯上，当场被抓。这名毒贩没想到自己的女朋友也会被抓，于是冒险跑来台北地检署的门口东张西望，被眼尖的远景发现，立刻上前逮人。没看到，我听他说，他说他有看到法警跑出来追。原本已经逃跑，但心心念念都是女友，让自己被抓。这名陈姓毒贩过去多次贩毒和吸食毒品遭逮，这回直接在地检署门口被抓，遭到申请羁押，女友则是限制住居，另外还揪出五名共犯。为爱大冒险，这对毒鸳鸯双双失败收场。TVBS 新闻陈怡仁、郭颖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